主题的名字叫做夏至啤酒热饮节，大家可以翻开你们手上手机里面的那个农民历看一下，今天真的是夏至哦，没有骗大家。好了，我希望大家可以那个玩到最后，待到最后，因为节目最后啊，我们热饮社结束之后还有重金礼聘我们热音社的创社元老 Marco 老师在这里鼓掌一下，他带他的乐团来为我们表演，带来一连串精彩的表演。然后全部节目结束之后呢，我个人捐献两瓶酒，哎、欸，不是普通的酒，是我去美国 Napa 酒庄带回来的，对，而且是那个香奈儿旗下的那个酒白酒，这样女生应该会很喜欢。而且我要有奖征答。大家一定要仔细听我们的表演，和仔细听我们讲这个垃圾话，这样都有可能是我们的题目。好吗？那要开始了。哎，好，阿强还要准备一下。那可以啊，好。首先第一首歌是一个乐团叫做《那我懂你意思了》，跟他们解散了。对，但他们歌很可爱，大家还是可以去搜来听一下。歌名叫做《所以我停下来》。Yeah!
歌呢？哎呦，好像有点大声。不会吗？第二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、非常热血的情歌。说到情歌啊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谁啊？泰戈尔有说过一句话，是泰戈尔哦，不是泰戈哦，泰戈尔是一位诗人，对，诗人。泰戈尔说呢，沉默是种美德，但是呢，正在喜欢的人面前沉默就是懦弱。这个时候，通常大家来给你掌声。想大声说喜欢你，大不觉得我梗不很好啊？对，但在喜欢人面前不要沉默，要大声说喜欢你，好不好？然后这应该是我这个年代听的都会非常有感觉的一首歌，好吧？那就什么秘密？好吧，那就直接来好了。想大声说喜欢你。I'm a sheep, I'm a sheep, I'm a sheep.
吃卤味哦。那个这边的同学移到那边去，因为那么多卤味，不然我们等一下吃不完，都要打包回家。还有酒可以喝，对对对，那个Brian 对不对？哎 ，Brian 吗？你帮忙那个分配一下。来，卤味烂啤酒，这个空档呢，怕等一下没有机会介绍。来介绍一下我们辛苦的乐手哈。首先是我们社团的灵魂人物，黄阿巧，我介绍你了。我们那个热音社社长，也是同时也是我们的贝斯手。黄阿巧，大家给他听掌声。他真的非常非常辛苦，他真的非常辛苦。然后在热音社真的是奋不顾身。我要对小兔说一下，小兔你在哪？小兔你真的嫁对人了，真的。然后呢，第二位我们也是我们的第二位家长是我们的。爸爸吉他手奥斯卡，然后再来呀，好久粉丝了，然后也是我们吉他手哈克，大鼓手，然后再来是才子 Bruce， 他很厉害哦，同时身兼吉他手和 keyboard 手，最后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鼓手，他们每次都说他没有念书，然后都考100分的那个 Fox。好，那接下来是一首很 happy 的歌，是我们 Media 的新手人妻大美女冰冰小冰。小冰还在忙。好，她要为我们带来非常非常 happy 的一首歌，歌名就叫做 Happy。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可以玩得很开心，谢谢。大家别光顾着吃啊。刚刚那个前一位美女主唱就是介绍大家，却忘了介绍她自己。她是我们热音社的正社正妹，好不顺。KK， 请大家给他掌声。好，我们不然还是有点大声，我再调。好，那接下来等大家差不多拿好食物坐下来了。不用等，直接开始。好，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首。对，差点忘记，都是因为黄阿巧一直催我。那个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也是我们社的超正妈妈，她今天有带两个小朋友来看表演 ，Angel。嗨，大家好。完全看不出来，跟妈妈打招呼。嗨。好，那我们就带着这个开心的气氛来迎接这首歌 Happy，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放松，一起摇摆。可以跟我们一起打拍子。对。不要压抑内心的情绪。好，可以来了。I'm sorry.
麦克风想要停，我停止演唱。好，那刚刚带给大家快乐的情绪之后，接下来要大家开始回想一下你曾经非常遗憾的感情，然后希望大家把内心沉淀一下。我要带给大家一首非常哀伤的歌，好，那就是，哦好，别跟我说没关系。好，那带给大家杨乃文的《我给的爱》。Thank you.
间。没有 ，Katie 是因为我们曾经有办过一次那个雅虎好声音的第一名得主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留下来听他唱这首歌，叫做《好久不见》，欢迎他。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
头大大的团之外呢，接下来是也是要是我们热音社重金礼聘的我们的去年 Sports Day 的 MVP， 来请看到莫霄莫霄来，给他一点掌声。小鲜肉 Joseph， 我欢迎他们。嗨，大家好。最近那个 NBA 总冠军刚打完嘛，所以我们想说顺应一下时节，请到去年 Sports Day 我们篮球总冠军队的 MVP 黑队的 LBJ Nike 同学，那你跟他打个招呼好不好？那边有你的疯狂粉丝啊，跟他们讲几句话好吗？这边也有，他们也想要听你讲讲话。因为我真的不太习惯这个场合，因为其实当刚开始找我的时候，我犹豫了一个多礼拜，因为第一这不是我的专场，我很怕唱得烂丢脸。可后来，花太多了。让我讲讲心路历程。准备很久。我就是怕明天要拿感言的。我不想要后悔，因为我一生可能就这一次机会被他找上，以后就没有了，所以就对我掰咖是上礼拜受伤，不是掰很久了，我是可以打球的。好了，我先来一首慢歌。是什么呢？是什么？Bye.
Thank you.
谢谢大家。不太适合唱嗨歌。我们再给 Nike 一个掌声好不好？他脚激烈的扭伤了，还是拖了他的身体过来。他上礼拜跟我们说，这脚虽然再怎么严重，他就拖了一条断腿要爬上来表演了。那很谢谢 Nike， 也都练两个月了不来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真正的压轴，就是我们旁边一直合音，一直合音，其实合音才是最厉害的，所以我们就交给他压轴。现在欢迎我们的也是正色之宝。嗨，大家好。就觉得完成了一件，就是热音社自身算是完成了一件历史大事，就是从我想起来从来没有过，就是篮球社和热音社梦幻共演。谢谢 Nike， 就是友情赞助我们。然后就是。因为我知道大家工作已经很累了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表演能够为大家今天带来一个就是很棒的调剂。下一首歌为大家带来《当桥飞》，Have a nice day。谢谢。
那个那位。其实我们是有准备安可曲的，但是准备唱的这个人，他现在因为刚受伤，他体能有点不太够，所以他可能需要大家给他一些鼓励。欢迎音乐Oh, no.
很辛苦，要练很多首歌。刚刚还不要走哦，那个节目还没结束。等一下是就是我们的 Marco 老师带给我们非常专业、非常精彩的演出，就在他们 setting 的中间。对，那我就讲一下垃圾话。我想一下，我要讲什么？啊，我来分享一个笑话好了。这个笑话是 Fox 之前，Fox 人呢？这个笑话之前 Fox 分享的，感觉好像在工程师之间好像流传蛮久。就有一天呢 ，Fox 就聘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先讲一下，因为前阵子不是很流行那个宝宝体吗？宝宝体就是。说什么宝宝心里苦，但是宝宝不说。哎，我看到张凯胜，张凯胜举手一下。好久没看到他，我讲到哪里了？哦，对，宝宝心里苦，但是宝宝不说，对不对？然后啊，有一天啊 ，Fast 就聘了我，他就说，刚刚听了一个笑话，然后我就回说是什么？然后他就说，刚刚不说。不好笑吗？我觉得蛮好笑的，好吗？我不好笑，你怎么发誓？怎样？你说什么？你刚来，上来，上来。你刚说什么？你刚说什么？我觉得你刚刚笑话蛮好笑的、啊。说最新的笑话是讲笑话，勇士73胜，讲完了。大家好，现在提到勇士队，我想到，因为虽然昨天勇士输了，我今天还是穿了一下勇士的那个勇士的球衣，跟他们致敬一下。然后因为这件衣服是，我觉得那个美国人真的心机很重，因为我在网络上买这件衣服，勇士队嘛，然后结果不知道原来他背后怎么样，又怎么样？他想说，布料这么少还卖那么贵。真是心机很重。好好，还要再一下，对不对？那不然我们先第一题有奖征答哈。等一下就可以，那个猜对的人可以把 Napa 的香奈儿酒、香奈儿白酒带回家。好，我来出一题哦。我知道了。大家有没有刚刚认真听我讲垃圾话？那个举手抢答啊，看谁最快。我刚刚提到了一位诗人，是哪一位？我还没点呢，没等一下。一二三。大哥，给你颁奖一下，颁奖一下。然后大哥自己领，自己领。笑话都讲完了，还有什么笑话可以说一下？不然大哥你上来，我知道了。大哥你等一下要唱一首歌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时候跑去另外一团了？大哥你要上来一下，上来一下，上来一下。晚上大概是我们半成发，我算是热音社应该是算蛮早的成员了。我们办了那么多热成发，今天晚上最多人，今天晚上最多人 ，no bullshit， 真的。好，谢谢，一个人谢谢，5点下的综艺啊。OK， 那今天晚上其实我看到蛮多蛮多的生面孔，但是我非常开心的是我们有些老面孔来。这是我们第一代的吉他手，是张凯胜先生刚刚介绍的阿才，阿才自己来写歌哦，然后我们自己来曾经发表过，然后发表了以后就是啊，不是很好听啊，然后有一些老面孔，方宝罗啊，以前小弟也是不才，也是篮球社被方宝罗。